Hello， 我是小光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我是维珍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小光的镜头抢得很厉害哦。哦，主角是我，这样看着超小的。好，不要再靠近了，这是刚刚好的位置。太瘦了，瘦得夸张。接下来呢，维珍要传递的呢，就是这个跟减肥有关的知识吗？并不是啦，最主要呢是维珍要出国了，而且这次呢是要去韩国，然后呢会去很多人上次没有去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呢除了复习韩剧，我会去到很多影视的景点哦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照片，还有这次的旅游心得，以及怎么样在韩国省钱看帅哥。对啊，而且你会每天贴在来电20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一定要去，我一定找不到。你一定可以碰得到，太瘦，太显瘦，来。真的。哎呦，哎，太显瘦，太显瘦。好了，那么阿妞，拜拜是阿妞。阿妞，还有阿妞 ，Hello。阿妞 ，Hello， 拜拜。